陆叔叔，您怎么来了？有时间吗？我想跟你聊聊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小溪啊，爸爸想和你好好聊聊。走，咱们换一家餐厅。 单独聊。今天叫你过来，小倩啊，爸爸是想恳求你。 恳求，多好听啊！我等这个词等了30年，但很遗憾，帮不了你。生意就是生意，你别那么及时拒绝。你们正红在这件事情上，不是出于商业考量。我知道，你和你妈妈。 还恨我？是恨你！我妈妈在无依无靠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我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的时候，你又在哪儿？从那个时候，我就发誓，有一天我一定会超越你，要比你强大。今天，我做到了，我为我母亲感到骄傲。 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我是你的父亲。聆听是我毕生的心血，也是我最后的心愿。你这辈子只教会了我一件事儿：绝情。我早就不想回来了，陆明婷。你是我的父亲，我改变不了。而我唯一能改变的，就是今后你的余生，将会一直仰视着我。